矮书人要多听好音乐。这本书是妹妹安普设计的，她歌迷那么多，快来买哦。黄瑞仁院长年轻的时候觉得医学是自然科学，看韩良义的书好饿哦。我可是市井观察员，清冰箱专家。小时候咬珍珠把偏食给戒了，在台湾朱宗庆等于打击乐，40年下来把打击乐从舞台边缘移到舞台中间，只要有心跳的就是天生的打击乐者。阅读真的是最大的礼物，是奇迹。平路爱阅读，更持续不断的创作了40年的书。你要看的话，你必须体会到我尔要安静下来，接近大自然。里面有一首单曲的主唱是邹开莲，亲爱的别怕，勇敢说 yes。 我是邹开莲，欢迎你看我的名人书房。